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秤平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。这个产品呢，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就是因为我朋友推荐过我，推荐我使用。然后本人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这个产品还不错，然后帮助我们排便这样比较顺畅。那这个产品是什么呢？就是速畅草本消暑地。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它里面是这样子，是罐装的，这样子。其实这样子的话，也不怕潮湿什么的。好，我开喽。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，你镜头拉近一点。好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它里面还有干燥啊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吃一颗。其实它这个地呢，还比就是看起来就是有点粉粉的，但是。闻起来还蛮香的，没有一般的那种什么药制品的味道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喜欢这个味道啊，就有点好吃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吃吧。吃哦。一点都没有药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秤平呢，现在又要去吃吃喝喝。然后以前其实秤平最胖的时候胖到大概90几公斤，那时候超没自信的。但是瘦下来之后呢，就会觉得身体方面会非常就是非常好，感觉身体变好了，然后自信也非常非常有自信。